Hello， 大家有收到讯息吗？哎，有哎，有一名了，有一名了，有十一名了。现在后牙已经在。大家有声音吗？别跑，别跑，够！要突击，对，你要带我们去突击谁？Go！ 嗨，大家好，大家好，嗨！跟我们五爱偶像直播上面的朋友打个招呼。啊，你好，大家好，我是Hoya，谢谢。哈哈，其实我在说他做些什么事情。오늘아침에이종은무엇인지소개해주세요이종스케줄은뭐하아뭐하고왔지아오늘드라마마성의기쁨제작발표회를하고왔는데요오늘밤에첫방송을하거든요그래서오늘제작발표회열심히하고여러가지인터뷰들도하고왔어요네그랬습니다他说他今天早上是有戏剧的这个发布会，然后他其实那部戏今天也是做首播，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看。然后他除了发布会我们的访问之外，他其实也有接受很多访问。嗯，那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直播上，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非常机会难得，趁现在赶快问。有什么问题吗？现在大家都还是哇吼呀哇大啊吼呀呀呀。而且我们现在人是在韩国哟。新戏的角色是什么？是哦，对，我要翻译哦。啊，그새드라마에서어떤활약아역할을맡고있는지저는이번드라마에서성기준이라는역할을맡았는데요이친구는굉장히단순하고감정표현을잘하는친구예요저랑좀반대되는캐릭터인데아주재밌고귀여운캐릭터니까요많이기대해주세요他说他在戏中的角色其实是那种很可爱，然后跟他性格有点相反的那种可爱的角色，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喜欢。好。哦、有粉丝说可以讲一些中文吗？想听。你还记得刚刚的绕口令吗？그아까그중국어그뭔지발음용수있잖아요 아직 기억하시나요？황펑황펑펑황황펑你们听得出来他在讲什么吗？他讲的应该是一个绕口令哦，还是给他们听？다시한번말할수있을까요？황펑황펑펑황펑황펑펑펑펑。看有没有人猜中？哎，他们都听不懂哎。那 Apple 再示范一次，正确的。这摆在那边。他刚刚其实想讲的是。红凤凰，黄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啊 ，OK OK。可以试一试。红凤凰，黄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好可爱哟、哦，很厉害。那讲一个你最会的。Chip top top top。强。强。很强。强，大姐。大哥。大哥。啊，前面大哥大姐。大哥大姐，谢谢。你们准备好了吗？怎么样？好。然后他们还有说啊，想听你唱歌。그노래는듣고싶어서지금살짝부르실수있을까요아신곡네 Baby you, you baby you, you baby you 부르면안되죠이거라인이지만忘不了了吗？최초공개한거예요他说这是第一次公开，因为他忘记那首歌根本还没有公布。哇耶！哇！我们抢先听耶！好啦，听哟。怎么办？直播播出去了。그라이브방송이니까바로나왔어요네괜찮습니다他说没关系吧。公司的人不会生气吧？스태프는괜찮으시죠不小心的呐，哎呦。哭过一次了，现在。他说公司，辉亚说公司的人可能都在哭了。당연하다이렇게공개했네很棒哦，但是我们很开心耶，偷听到了一点点。谢谢谢谢，太感谢了。들을수있으니까많이기뻤어요아기뻤다고아太感谢了，大姐，大哥。好，还有问说什么时候会来台湾？언제대만을온기회가있어요？사실대만을계속가고싶어서어떻게하면갈수있을까알아보고있는데아직대만에갈일이없어서굉장히슬픕니다
他说他其实一直都很想要去台湾，但是好像还没有就是一个契机可以让他去，所以他现在有点小难过。发行了这次新的作品，会有机会来台湾宣传吗？노래는발표했잖아요그대만에서활동한생각이있으세요아물론있죠대만에서여러분들이불러만주신다면저는지금당장밤비행기라도타고갈생각이있습니다他说当然有这样的想法，如果大家找我的话，我一定会就是搭夜机也会去台湾找大家的。啊，工作人员，台湾的粉丝都想要Hoya去台湾呢，可不可以让他去宣传？대만팬들이허야씨너무보고싶어서빠리대만을오신다고초대하고 I miss you too. 啊，然后也很想去。好，这边还有粉丝说可以撒娇吗？애교좀보여주세요。아애교요아이고애교까지 많은걸보여달라고하시네네하트네고맙습니다네各种的爱心。아네와那大家都很期待新歌哎。他说很多期待，而且刚刚大家非常非常幸运的有抢先听到了一点点，大家都说新歌好好听啊。还有人问说，哇，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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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哦。还有人问说，舞蹈节目准备的怎么样了？그 dancing program 있잖아요준비다됐었나요준비를다됐는데요또새로운거를계속매주준비해야하기때문에끝이없습니다계속하는중입니다他说他其实都有好好的在准备，但是因为新挑战会一直出现嘛，所以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做准备，所以好像没有那个准备的终点的感觉。就是一直无时无刻都在准备的感觉。많이힘들것같아요아괜찮습니다괜찮고요열심히활동해서빨리잘돼서대만에가야죠他说：“其实他一点都不辛苦。他说一定要好好的活动，然后有好成绩的话，就可以去台湾找大家玩。”耶，太好了！好，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符合时事的。他说：“可不可以请侯雅说给神树挠痒痒？神树挠痒痒。”给呀，同咱们卡奇蛮黑呀的，同咱。这样，给神树挠痒痒。이렇게하시면돼요오케이장신나고있냐드라마드라마대만의드라마중국드라마중국드라마这是一个很红在现在很红的一个戏其中一个台词인기많은드라마에서가장유명한대사예요개신수나오야신나물신나물오래오래동안사는나물나오양양나오양양是抓抓痒나오양양이렇게挠痒痒，对，挠痒痒。好，还有人说，拜托你多吃一些东西，因为太瘦了，感觉很辛苦。많이먹어야돼요그살많이빠졌아빠졌나요我살쪘다고그러던데사람들이他说其实大家都说他有点胖耶，就最近。真的吗？他们说，请你多吃点，因为看你瘦了，他们很心疼耶。吃的不够多，마음이너무아파아아파하지마세요저밥정말많이먹습니다他说大家不要难过，他真的有认真在吃饭。好。有人问这个问题很特别，他说下次去浩在哥的烤肉店可以遇得到你吗？你很常去这边吗？다음에호재형불고기집을가면호야씨는만날수있을까요어디를가면아형네고기집 오늘도갔다왔습니다他说他今天有去。아진짜진영이고기집을하는데이거끝나고다같이드시러가세요他说那个是他亲哥哥其实弄开的烤肉店，然后说我们等下结束后大家可以。他是不是比较常会有机会遇到？고기집은두번정도가는것같아요他说他一周大概去会去两天左右，所以如果常去的话应该会常。所以大家如果要碰到侯雅，我觉得可以去那边读读看。好，还有问说如果你来了台湾，有没有最想吃台湾的什么？대만에가면가장먹고싶은대만집이있으신지역시망고빙수죠망고빙还是要吃芒果冰吧대만역시망고빙수고사실대만은모든음식이맛있어서저는대만의모든음식을좋아합니다他说其实台湾的食物都很好吃，他其实他蛮喜欢所有台湾的食物，都他都还蛮喜欢的。是都不挑食的吗？평식안吃평식아평식절대안하죠他说他다먹어요绝对매대만에가서취
두 분은 먹을 수 있어요? 그건 무겁죠. 하소, 那个当然是不能吃啦. 에이, 不是不挑食吗? 에이, 형식장님과다소가没办法接受. 那个很好吃耶. 我一个人可以吃掉一整盘. 그거 저만 맛있다고. 어, 치즈도 좋아하세요? 좋아하세요. 좋아해. 좋아해요. 좋아해요? 他在台湾一起吃，他在台湾也可以说 같이. 但他不吃臭豆腐，代表他不敢吃，但是他现在也答应了，下次来台湾要吃。好，下次来台湾要挑战吃臭豆腐。他在台湾也可以说 추두부는 꼭 한 번씩 먹고. 아, 알겠습니다. 꼭 맛을 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他说他真的会努力尝试看看的。好，还有人问说，有没有喜欢台湾的哪个艺人？有在follow台湾艺人吗？혹시 좋아하는 대만 여행인? 저의 대만 여행지? 여행 가수 아니면 그 배우? 아, 가수나 배우? 아, 네, 나온 왕대류. 他说我的少女时代中出演的王大陆。王大陆 멋있더라고요. 연기도 잘하고. 他说他觉得王大陆很帅气，然后他演技也很好。 你也是啊. 호야 씨도 연기 너무 잘하는. 아, 아닙니다. 부족합니다 많이. 他说他没有，他真的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太谦虚了，大哥。好，然后还有说，哦，有没有推荐什么韩国的料理可以给台湾的观众？韩国料理 중에 가장 추천하고 싶은 거 있으신지? 여행 같은 경우에는 집에 삼겹살, 삼겹살이 있거든요. 정말 맛있습니다. 방금도 먹고 왔는데 진짜 맛있어요. 他说他想要推荐青海是吃了那个才过来的。 哦，这么好吃！那还有粉丝问说，哎，这好奇怪，他说下巴线重新展示一下，下巴怎么展示？问问他会不会知道？下巴，嗯，下巴是什么？哦，懂了。몰라요。哦，一下巴线，一旦看吧。哎，맛있어요。这个粉丝的那个要求蛮奇怪的哦，所以是喜欢下巴是不是？好。啊，有粉丝说他上次有去过你哥哥的烤肉店，真的很好吃。 真的都几种卡布丘比，真的。哦。啊，真的很好吃。刚刚不行，分的人，当场飞机票都给我。他说真的很好吃，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吃过人，现在可以马上搭飞机过来吃。好，然后还有粉丝说，希望能在 IG 上面多上传一些练舞的影片，因为太帅了。혹시 SNS 중에 그 안무 영상을 많이 올려주실 수 있을까요? 아, 네, 많이 올리고 있고요. 앞으로 더 많이 올리겠습니다. 他说他已经有上传很多他之后也会上传更多。好，好哦，那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请你对台湾的粉丝说我爱你？마지막 질문인데 대만 팬들이한테 我爱你。开玩笑，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大姐，我爱你。那加码，我教你台语的。 台语的我爱，台湾的我爱你呢？卡掉这里，这里。哦，嗯，哦，我来唱一下。我爱你。我爱你。嗯，我爱你。我爱你。嗯，我爱你。哎，一样啊。我爱你。我爱你。对吧？嗯嗯。对吗？我爱你。我爱你。耶。마지막으로는앞으로어떤계획이있으신지계획이있으신지 앞으로 마성의 이쁨 남은 촬영도 열심히 할 거고요. 댄싱 아이도 열심히 촬영할 거고요. 베이비유도 열심히 활동하겠습니다. 그리고 대만에 꼭 빨리 가서 여러분들 뵙고 싶습니다. 와 아이니. 他说他现在会认真的拍那部戏，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喜欢。然后他也有出演那个综艺节目《点心开》，希望大家可以多收看。还有他的《Baby U》也要发表了，希望大家要多多听。然后他会尽快的去台湾见大家。然后他就说我爱你。谢谢大姐，大哥。哦，好，谢谢。好，那个。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关了，那我来关一下直播哦。再见各位，大家要看我爱偶像的专访哦。拜拜。